请问，那像你这样子，一直上节目存这个酬劳，然后拿去一大笔就花费在拍 MV 上面。有像你这样的人吗？也是有啦，唐崇盛，唐崇盛，唐崇盛卖房子啊，对，大概唐崇盛。所以你做音乐是想要让别人看到不一样的你，还是你为了接尾牙？不是，完全是想要做，像我那个歌，你完全想要做尾牙。做尾牙，快点说说嘴。PO 那个歌其实根本就不是要来打歌的，或者是要去，是只是让你知道说你。可是我刚才在化妆间听到你在讲说你去唱婚礼唱得很爽，因为钱很多哎。对啊，那隔音很差，你知道吗？对，隔壁都听得到啊。对对，那个是唱婚礼嘛，对。而且你这个时段不出来，应该想春抢春酒还是尾牙？一定是抢尾牙，春酒跨年。放这一波的呀。对啊。你可以主持，也可以唱歌。小的音乐，要被讲成这样，不是？你应该今年再发一张啊！你怎么可以去年的专辑，然后再拍一个 MV 赚尾啊？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有钱，我想要那些歌都是我自己很爱的，所以他假装爱音乐，他其实就是为了拿歌赚钱。也许他有梦想，可是赚钱你也不能否认啊。如果你今天你出了这张专辑是捐给慈善团体，我们一定会说哇你好棒，你就是来做爱心的。我们没有要讲你好棒啊，你为什么要逼我们讲？你有饭吗？单身他要养家，所以他而且重点是他专辑还没有赚钱，所以他不能捐给谁，他根本没赚啊。真的没赚啊。我们都有捧场不是吗？不够，不够啊。那些塞牙不所以演艺圈有大家各式各样的愿望，靠着自己的工作来达成嘛，哈，所以这个形态先不追究。那我们等于是处于一个模糊的状态，依据大家大概知道对方的酬劳在什么幅度之内。然后我们第一个问题其实是一个抽象的问题，所谓的 CP 值呢 ，C 是指耗费的成本啊，然后 P 是指你的表现，所以这两个相对应，就是说花这么多钱请你，结果你在节目里面表现却是这个样子，那这样对应来说呢 ，CP 值就没有很高。然后我们用这个 CP 值做一个判断的话，所以我们要请大家来排行啊，那十二个人互相评另外十一个人的表现，自己也在内哈，所以十二个人整个排下来，你们觉得对方 CP 值是到哪里？我现在先透露一些你们已经为别人打的分数哈。小钟呢？哦，他把小优排在第五名，是蛮高的名次。对，现在是里面第五名。我觉得他是新生代里面客观的排法。嗯。所谓 CP 值高是本身它是便宜的，但是它可以做出超过它这个价钱的，因为它不管是模仿啊，它模仿了 Miss Cole 啊，或者张雅琴，它样样精通，样样精通。嗯，然后它其实玩游戏又非常的认真。然后呢，小钟把小珍排在后段班的第一个，也就是第六名啊。嗯，他说你只能聊婚姻了。常常，因为不是因为常常这个常常气有点冷，有点。节目的时候，就是制作单位喜欢发他类似这样子的主题去聊这个，喂，歪哥是不是？啊，你那个歌唱节目找我，不是跟小钟吗？OK， 好，谢谢。喂，直接换了，没有，因为大家也想要了解这一块嘛。对。因为真的是他们的那种感情，让这个。你现在眼神是在避开小珍吗？我没有，就是。没有，那个剧情是大家期待的。转到你的左后方去，跟潘若迪对看一下，好不好？你给他这边。你们是最好的朋友，我们最好发起表现吧。圈内圈外可以算是兄弟。潘若迪跟他对看到了吗？有看到啊，看到了。嗯，好，你想知道小钟怎么说你吗？好紧张哦。小钟把你放在十二个人里面的第八名哈。哇。然后第八还好，可是评语你要听一下哦。哇塞。他说。一个躁郁症的老兵，哇塞！你很敢讲啊！你怎么敢会这样想到我朋友？怎么这样子啊？哎，不是，为什么你每个都练啊？这要挑着练的话，小周，我们是姐弟，我跟你是兄弟。你说我有躁郁症，你他妈在我课堂里面乱弄，我都没讲你。没有没有，上课上下还尿尿。是老兵，他说你老。我跟你讲，因为我常跟他出国干嘛的，他会要求你棉被要折得像豆腐干一样。他真的就是像班长一样。这很洁癖吧？而且你为什么要要求别人折棉被？我没有要求他折棉被，好不好？
没有吗？只是弄我自己的而已。哪有？而且最主要是我们去没有去运动，没有去干嘛的话，我们好像犯了那个滔天大罪。就生气。对，他就脾气就会上来。对，所以有很严格的士官长啊。不会啊，潘老师对我们都很好哎。你看，他对女生跟男生的不一样。我觉得你现在就是眼睛都快被他逼疯了。你现在就是会被我们攻击。小钟，你要跟张克凡对看一下吗？哇塞！你今天是到底要得罪几个人啊？克凡他可以接受了。哦，我是写的很真的啦。第几名？真的啦，我写的。张克凡，对，你名次还不错，你比潘若迪高一名，是第七。对。然后呢？可是要听一下评语吗？好，你说。张克凡眨眼睛啊，已经几乎脱离演艺圈了。你怎么不去死啊？没有，前面你要练一下啊。是不是写马哥写你写错了？前面啊，有前面吗？没有，我是因为有前面。我说因为克凡哥呢，最近比较常常在打高尔夫球，他高尔夫球的时间已经好像比这个演艺圈的时间多，占掉。占掉。哎，他甚至已经要去考高尔夫球的那个教练了。哇！所以我就说，哎，好，我只在讲一个小钟写，我就不讲他写别人了。哇塞！小钟写他自己，然后小钟把他自己排在第二。哇！自信啊，他说因为我的地位跟大家已经不一样，起跑点已经不一样。哎，更没笑啦！升天了，你有起来过吗？有过吗？没有啦，这是比较谦虚的事。第二嘛，张克凡，你要跟小珍对看一下吗？小珍，有啊，我写的。哎，我跟他还要主持跨年呢，你这样，你忘了这些什么？糟了糟了！张克凡把小珍排在第八，名次还不错哦，不是最后，可是他只写了一句话，他说最近给人家一种懒的感觉。以前比较活力，对啊，真没有什么坏话啦。哎，我觉得是你脱离演艺圈很久了。他只要过晚上十点，精神都很好嗨的。你太久没跟我联络，现在十点都睡觉了。小珍只是稍微丰腴一点，他没有懒啊。嗯，他一点都不懒，他是我班上拿全勤奖的人。哎呦，他是每堂课都到的。你在潘若迪的班上啊？对啊，所以我才知道他用 RMB 在抱怨他妈妈。真的，所以你。那个上他的课有帮助吗？有帮助啊，有帮助啊。OK， 可以流很多汗，新陈代谢变好，对，非常好。所以你有觉得自己懒洋洋吗？没有啊，我觉得最近精神很好，很有活力耶。而且跟小珍姐上节目，她就是都会，比如说有时候会攻击我什么，然后就会很热闹。她不会一直抢话，可是话是很有重点，对，马上很犀利，准啦，可以剪破口的那一种。跟杨秀慧对看一下。哎呦，张克凡对杨秀慧的评价是。一切都很好，除了不时尚。说实话吧，说实话吧，然后走秀一下哇，看看。阿伯，你是那寡时尚，你做啊，套起来，真的，今我买跨人穿鞋子，牛仔衫，你看内裤带。鞋子，衬衫，衬衫。鞋子，shirt 是换成了。你看看，因为他是最时代的人，你要知道。而且我跟你讲，人家他们哪里不时尚？哪里不时尚？你说说看。Benton 的罗比大。喂。我上次在日本被我朋友逼去找那个，他说他想要听爵士现场，然后就一直问路人说爵士 jazz， 一直念，就最后被一个路人带去衬衫店。虾子是日语。OK， 伊森还蛮敢写的嘛。哎呦，这么早念我的，赶快多加重。伊森应该写我吧？伊森，我们不是在聊这件事，你为什么聊别人的外形啊？对吗？有吗？外形哦，外形我还好。因为外形，如果女生的话，外形也要考入到 CP 值里面。怎样？怎样？怎样吗？伊森，小优讲你哦。因为我觉得，因为他跟我熟。你不要这样，伊森，你不是偷偷喜欢我吗？谁喜欢你啊？你想太多。伊森把你排在最后第十个。哇！他说你长得不够漂亮，被下巴给毁。我讲的也是事实啊。厚道是带财。你的下巴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谁会做成这样啊？